泰礼佛为流传于广东、香港以及海外华侨社会极广的全派之一，其源也出自少林。始祖陈响初从少林弟子李友山习艺，即从蔡福及青草和尚习艺，也结少林弟子也。陈响和三家之意为一，故称蔡礼佛派，佛指青草和尚。陈响即为蔡礼佛派始祖，传其艺于二子，即二祖陈观伯、陈安伯兄弟。另有外姓张洪胜也传其艺，故有洪胜蔡礼佛之别之，流传至今已百有余年。今在香港辈分最高者为四传，其中陈洁芳女士为陈响始祖之曾孙女，而活跃于香港及海外者多为五传及六传弟子。欺负女人，起来好好和我打一架。不，不。快，扶我到马车那儿去。
请你帮帮忙啊！快扶我上马车。哦。阿坚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大夫说多走动好得快。嗯，净多管闲事，要少管。哎，好一点了吧？好多了，李伯伯。哎，该起床了。知道了。吓死我了，有两个流氓在门口，一见了我就说些不三不四的话。还不是他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呵，还不是你引来的。你跟流氓打架，他们想把你打死，你没死他们就天天等你了。我没有和人打架，那是个抢匪，那天我看他抢个女的，我才揍他。走走。李先生那孩子就好，规规矩矩的，哪会三天两头的惹事，鼻青脸肿还不够，让人捅了一刀才回来。阿坚，一点我还抓不住。听说早几天你失了手。没有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不怕死的傻小子，瞎管闲事儿。那就不该让他活着。我已经查明他的底细，老大放心。谁和我们作对，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要除掉他。明白了。中间怎么好久没来了？他挨了流氓一刀，现在好了，钱好了，小心别把伤口拍爆了。去你的。中间你也太没用了，一个小流氓就累你躺了一个月。学艺不精，怨不得别人。反正啊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我可得勤点练。师傅，师傅，嗯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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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。中间，我知道你心地很善良，就是太鲁莽。虽说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
但不能流于好勇斗狠。再说，本事没学好，轻易出手，不但给师门丢人，自己也会遭到伤害。我知道，我没学到师父一成本事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学。中介，你进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中介，师傅，是不是要传我几手绝招？不，中介，我看从明天起，你不要到我这儿来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傻瓜，叫你别来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大呼小叫的做什么？那还不是大事啊！师傅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不要我了？中介，你要听我的话，非但以后别上我这儿来，也别当自己练过武功，以后也别再和人家动手。为什么？你在我门下的日子也不算短，刺伤你的那个流氓，我也知道他的底，你没有道理会伤在他的手下。本来是啊，可是这家伙忽然做出害怕求饶的样子，我就想教训他几句就算了，谁知道他忽然出了刀子。那就是了，你以前吃过很多亏，都是因为你全无机心，不知道人心险恶，心地太真，学了武功，那是害了你。师父，以后我会小心提防的。江山好改，本性难移，我主意已定。你走吧，快走。师父，哎，阿坚，一起练啊！中介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练了？中介，怎么了？二叔，哎。哎，这妞挺不错。嗯，不错，你可摸不着。我要是摸着了怎么办？兄弟，看什么？我脸上没插着花。阿金，退。老板，哎，一共十块七毛。老板，你认识他？哦，哎，认识。他是我侄子，那很好，账记在他身上。今天他请客，我请客，我有钱喂狗都不请你们这种下三滥。哎，阿金，你，阿金，你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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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拿来十块七毛。你是什么字号？我是你老子，你是什么字号的？我叫孙飞，大家叫我孙猴子，我是冯家门的。兄弟，一人走一步，你可别太得意。你们三个下三滥给我听着，别再叫我看见，见一次打一次，见两次打两次。这还成什么话？这啊，这是当老子说的。哎我看以后他们再也不敢来生事了。走走走走走吧，走。哎，你们怎么了？老金，和你说过多少次别打架别打架，你怎么总是不听话？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，哪经得起你天天打架呀？我打架？我他妈喜欢打架，流氓来惹是生非，不打怎么办？我看你就是流氓。哎，讲话干净一点，看我敢不敢打你。哎，你动不动就要打人啊？不是流氓是什么？哎，老实说啊，今天你打坏了东西，不赔可不行啊！赔就赔。东姐，你孤家寡人一个，怎么老是来借钱呢？年轻人爱荒唐，可是借钱玩女人，这可没底呀。谁说我借钱玩女人呢？我昨天打几个下三滥，打坏了一点东西，要赔给人家。要多少？三块钱。三十？什么？三十块？哎，帮一次忙，下不为例。呀呀呀！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你少管闲事！他妈的，这叫闲事！快走！快点上去！快！车钱一块两毛，那么贵啊！我从来不坐马车的。哎，这是你硬推我上车的。呀呀呀呀！中间，哎，老板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，中间，老板，你大呼小叫干什么？倒好像是我闯的祸，就是你闯的祸。有人传下话来，说是有人跟他们作对，架的就是我们车行的车子，所以要对付我们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
谁弄坏车子，你该找谁吗？我找你，没有你就没有这个麻烦，你另谋高就。走就走，看饿不饿得死我。哎，这些损失该叫你赔。赔就你给我滚，滚就滚。哎，中介，中介，你管什么闲事，闯的祸。谁知道我每天都有几件闲事管。哎，你可得小心点，他们这些人不是好惹的。嘿，放心，我不怕。中介，哎，来了，中介，中介，哎，哪里人？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好，干杯，好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过头，别再惹事了，来，喝，来吃啊，来来啊，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我看他们吃了不少东西，未必有钱付账了。我看你呀，快做皇帝了，什么事情都管，人家有没有钱付账，你管得着吗？你知道什么？他们会出去抢钱来付账的吗？嗯，来来来，收收收收收收，看谁去啊？啊，这位有两个头的，来来，来，扣啊扣，哎，来来，我这个，我呀这个，这个这个，哎，哎，我呢我呢，来，别别别，我呢，哎，这是我的份儿，这我的份儿，哎，拿什么呀？拿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这两个流氓一定去做手脚，我要去看看。你在这等我，千万别走开。哎，好啊，立马。老婆，好啊，好啊。麻烦你。哎。你别走，哎，你别走，你看看，你给我全撞翻了，你看看，你赔不赔？说，赔不赔？哎，我可以走了吧？我看呢，你和那两个流氓是同路的，是故意的。怎么只有这些钱啊？我不是拿钱，是存钱。嗯嗯，存折呢？不在我身上。少废话，走。3000块。图章呢？不知道。嗯，那你们说不说？嗯，在腰带里。嗯，早该说了。看着他，我即刻拿钱回来。嗯。啊！啊！啊！上！不会再给你们刺中了。哎呦！下来吧！后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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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。老大，王大哥，是你们，大哥，看你们这副窝囊相，老大在这儿呢，你们也不看清楚点？
谈口呢。这两个在我手下讨口饭吃。他们两个怎么去了这么久，会不会失手了？喂，不能老等下去了，该你下手了。一个人呢？嗯。哎。他们抢不到钱，又叫女流氓去骗人。我求求你，不要管闲事了，好不好啊？啊！哎呀，他们人多，身上又有刀子，你在家里边还没躺过？刚才那两个也有刀子，还不是叫我打了一顿？这对你又有什么好处？好处？人人讲好处，真要讲好处，最好拿把西瓜刀去抢最实惠。好了，开始，走走走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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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过来，什么事儿？你听我说呀，这种闲事儿少管得好，有这闲工夫上哪儿不好？就是他，对，跟着走。这儿，别动。还认得我们这两个兄弟吗？当然认识，刚才差一点跪在地上求饶的就是他们。你还要做生意，就少多事。现在根本就是你们这种人的天下，我多什么事啊？算你聪明。走。别以为我怕你们这些流氓。你们这些杂种就会仗人多欺负人，是不是？现在才公平，一个对一个。小流氓，刚才的威风哪儿去了？你这种样子叫那两个女流氓看见了，不是丢脸得很吗？上你的当了。你就是那个好管闲事的马车夫。不错，你的身手还算过得去，替我赶车怎么样？你和他是一起的？臭小子，这是老大，城里城外全是他的。哦，原来是老大。老大就是大流氓啊，流氓中的大头子，是不是？不过我最恨流氓，不管大小，像你这样啊，替我赶车，我还嫌你臭呢。哎呀！啊啊啊啊！
认命吧。你要杀我？住手！请高抬贵手。赵师傅，你管闲事？我不是管闲事，他是我的徒弟。我明白了，原来有周师傅给撑腰，难怪这混小子敢和我们作对。你错了，我已经不再教他功夫，就是为了怕他有这一天。师傅，我不怕。师傅，你可让我再来练功夫了吧？不，不让我练，再遇上今天的情形，我会叫人打死。师傅，你不想我叫人打死吧？你再练也没有用，冯天山的功夫我也胜不过他。不会吧？他不是一见你就走了？哼，他这个人奸诈凶狠，是怕大陆上人来人往的。他虽然不怕我，要打赢我却也不是一时半刻的事，未免太引人注意。可是他绝不会放过你。不会吧？我和他又没有深仇大恨，打过就算了，他干什么要杀我？你能走啊？能。你跟我走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师傅，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可不想当和尚啊。师傅，当和尚不能吃肉，又不能娶老婆，我不干。进来。师傅，我不剃头吧？少胡说，进来。还好不是老和尚。朱老师，这孩子就是。朱老师，我知道你早已一心向佛，不问世事，不该把这副担子放在你的身上。这孩子人狭为怀，心地善良，不可多得，而且因为仗义助人结下仇家，要是不能习成绝艺，也无以自保。蔡礼佛三家结合的武术和这孩子的胸襟正相吻合，朱老师何不勉为其难呢？你说了他很多的事，好，就留他在这里吧。还不磕头？师傅，和尚我是不做的啊。说得好，只要心中有佛，何必讲究形式。师父，
你跟我叔叔说一声，过几天我会去看他。嗯，中间我替你找了个好师傅，你可得好好的练功夫。这个老头除了敲木鱼还会功夫啊。中间住持祝老师是蔡礼佛三家合一全术名家，蔡礼佛全术原出少林，始祖是少林弟子蔡福、李有山和青草和尚。少林武功有僧俗之分，只有蔡礼佛全术深得僧俗结合之妙。哼，这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幸运。今天我已经和冯天山对了面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冯天山这种人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，我也要结束武馆，远走他乡，今后不知道能不能见面。你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。师父，谢谢。停一次，你喝得出来。师傅，一上午我就挑满了。你在半路上歇了多少次脚？三次。师父，你要喝山里的泉水，来回有十里，我挑了三次才满。你泉水要一直不停地挑来才好喝，你在中途歇了三次脚，水就不好喝了，再去挑。记得，要是水桶不满，水在桶里边晃得太多，也不好喝。
停了一次，一次也不能停。师傅，我养了一个月的伤，又挑了一个月水，好久没回家了，想回去看看。你要来就来，要去就去。挑水有什么用？挑水也不会，哼，这种人根本就没有用。满意了吧？师父，好好的一座武馆，结束掉不是太可惜了吗？哼，没法子，谁叫我得罪了疯狗？要是不走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叫疯狗咬上一口。说得好，不过还是避不了。我怕了你们，避开还不行吗？不行。
练功了。这几个月我们这可太平多了，少了一条疯狗谁都住到安乐了、啊、是是是哎，我回来了、啊、哎，小丽，让我抱你起来，我力气大了很多。哎哎，干什么去？总监过来。你可知道周师傅给人打死了？什么？是你，说，谁下的毒手？你疯了，你放手，没人知道，警察局一直在查呢。有没有查冯天山？哎呀，求求你少爷，
别胡说八道好不好啊？你住的那个地方好像人人都不怎么喜欢你。他们嫌我多管闲事，照他们那样弄一道铁门把自己锁在里面，外面天塌下来都不管，事情临到自己身上自认倒霉，我可不干。要是一碰到什么就把头缩起来，那和乌龟有什么不同？我们是人呢。怎么，你也和他们一样想？不，我是想你这样做是对的，可是不会有人了解你啊。至少有你。家，李婷，有那么漂亮的女朋友，当然不认识我们了。嗯，别开玩笑了。嗯，小丽，这两位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先回去，我有点事。你回去对我爸爸讲一声，我就回来。嗯，哎，走。拜拜。再打了。行，还钱来。我没有钱。陪大姑娘听戏就有钱。李婷啊，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次也没出过钱，吃喝玩乐样样有你份，赌钱也是我们做保，现在忽然不见了，这算是对待老朋友？嗯，我不敢去抢，也不敢。李婷，老实讲，你家里也没有钱，你总得想办法弄点钱来。我到哪里去弄钱吧？你别装蒜了，县城的一条财路至少可以有好几千块钱。嗯，和你一起听戏的那个大姑娘长得不错嘛，我们先玩上一两个月，卖出去也还值一两千块。这怎么不舍得？我和她八字还没有一撇。加油。那就得你多下点功夫了，这么说这种事情还便宜了你。虽然大家玩第一次总是先让你尝滋味，他让你尝过了也就无所谓了，再说我们轮流玩上一两个月
只要能卖2000，就一个人可以翻好几百，你干不干？我干干。师傅，你怎么没去做生意啊？现在没车子，闲着也没事儿，不如多练点功夫。周师傅死的冤枉，我得勤练才行。姓汪的那个流氓带着人打武馆的师兄弟，我看周师傅的死多半和冯天山有关系。嗯，所以你要留心，在没有遇上冯天山之前，千万不要随便显露蔡礼佛的功夫，让他有了准备。让我再传你一套双刀。好，小云，师傅刀。放心，我去借点钱买一部旧车，跑野鸡车绝不会饿死。你已经闲了好几天了，你每天都讲这样的话。今天就有车子看，我和他约好了，他驾车子来。二叔，不过你借不到钱是不是？是，我那些朋友自己都穷。好了，要多少？要200块钱，先付一半。二叔，你放心，就算我死了也一定还你。别胡说。哎，放好了，当心点，世界不太平。哦、啊！哎，哎，我看这是大清咸丰皇帝用的车子，你还想卖钱？嘿，车虽然旧点，油漆一下跟新的一样。保证可以再用它5年。这马高寿啊？大概50出头了吧？俗话说，老马识途，马老脾气好，耐力足啊。究竟是生意，能说会道，我试试。您试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这车着松了。Let's go.
哎呀，我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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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护我啊！走，快拿家伙来帮我，出人命了。这次别再放过他。是。这人受了重伤，要急救啊！滚滚滚，关我什么事？走走走，啊！哎呀！放心，这不是我的血。是你的血，倒好，你死了只有太平。刚才也不怪我，又不是我闯的祸。哎哎哎！怎么不是你闯的祸？那些流氓知道你住在这儿还放过你啊，要是找上门来可就麻烦了。麻烦麻烦，那么怕麻烦就别做人，在棺材里一躺什么麻烦都没有了。中介，你给我搬走。我又没欠房租，你凭什么要我搬走？
伯伯是好人，你不要让他伤心，小心做人。你是说那小子又冒出来了？是，而且功夫比以前好得多。那是说你在那个地头混不下去了。老大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。哼，叫你收拾几个无名小卒，你也弄得拖泥带水。我干掉了周三桂没人知道，你这不到处替我宣扬。老大，少叫老大，不把那小子干了别来见我。是。老大，有一笔生意倒是十拿九稳，那妞年纪轻，长得也好，一定能到手。那位黄小姐找上门来了，在等你呢。哎，等一等，我告诉你，我租房子给你，可不许你带不三不四的女人回来。嗯，你少胡说，小心我揍你。算了，免得惹麻烦。哎，爸爸，我们晚上听戏去。哎，只管去，跟他出去我放心。知道了，我害怕。我出去一下就回来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找一个朋友。哎，爸爸要赶中间和他二叔搬走，我们结了婚就可以住他那间房间。是的。是不是结了婚，你就可以？心急了。大姑娘，你
能和李婷玩，我们是李婷的好朋友，当然也可以玩了啊。真不错，哎，时间还早，你还可以再来一次啊。是吗？啊，来吧，去吧。哎，我看把它卖出去不过值几百块钱。哎，这种货色可不容易找得到。哎，就是是他们逼我的，是他们逼我的。小丽，小丽，现在才回来。没有啊，我跟小丽刚才只不过吵了一架。嗯，去睡吧。说呀，这几天呢，小丽的样子不怎么对，你也不去问问她。我怎么问呢？女儿大了，我管得了吗？哎，她人呢？今天一早又跟李婷出去了。我看李婷倒是靠得住。吴婶，你放心，谁要是欺负小丽，我不会放过她的。关你什么事？我是看她长大的。就这儿。哎，你快点下车，我有要紧的事。我赶时间呢，你叫我下车，我到哪儿去找车子去啊？不行，我有急事。你有急事也得把我送到了再说。没见过你，再啰
哆嗦，我就把车停在这儿。这儿。你跟我来，我有话问你。小丽，你也来。我没有话和你说。丽婷，别以为你耍的花样我不知道，你来不来？你放开我！上车！上车！逼他上车的，快报警！这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真的，快报警吧！别打我，别打我！你跟那帮流氓把小丽怎么样了？是他们逼我的，小丽她，她，哎呦！别打我，要不是我拖着。他们早把小丽卖了。小丽，怎么回事？就是他们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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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带小丽走，你要是再对不起她，我死了也不放过你。中间，小丽。来得正好，我正要找你。周三贵是怎么死的？你也怎么死？不关我的事，是老大下的手。去对冯天山说，我在周师傅那儿等他。中间打的，不要怕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正到处抓他，一定会抓他去坐牢的。嗯，哎，小丽，你没吓着吧？嗯，啊，你看看清楚，看人的时候，先看清楚一点。哎，这孩子，各位各位，好了，坐他一年半在牢，我们这里也可以太平一阵子。是是是，我看是不是有人还肯赖着不搬？姓汪的，你要是能痛改前非，我还可以饶你一次。啊，是。冯天山。进来，
原来你学了蔡礼佛功夫。他连这个也看不出来，死得活该。对他，我还用不着拿这套功夫出来。我去偷案。我不想自己打死你，起来，偷案去。
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能舍己为人，已是菩萨心肠。当年我佛舍身为魔，也是为了这个宗旨。请中间先生的家属钟志满先生接受200块的抚恤金。这位就是。哦，就算我死了也一定还你的。别胡说了。死者中间是一个勇敢而有功德心的好市民，